我覺得台灣那邊通常比較一視同仁一點，即不好說分大牌、細牌，我自己今次回來這裡拍就覺得我們這裡好像比較有少少這些分別。我覺得台灣那邊通常比較一視同仁一點，即不好說分大牌、細牌，我自己今次回來這裡拍就覺得我們這裡好像比較有少少這些分別。我覺得台灣那邊通常比較一視同仁一點，即不好說分大牌、細牌，我自己今次回來這裡拍就覺得我們這裡好像比較有少少這些分別。我覺得台灣那邊通常比較一視同仁一點，即不好說分大牌、細牌，我自己今次回來這裡拍就覺得我們這裡好像比較有少少這些分別。我覺得台灣那邊通常比較一視同仁一點，即不好說分大牌、細牌，我自己今次回來這裡拍就覺得我們這裡好像比较有少少这些分别。我觉得台湾那边就通常比较一视同仁一点，即不好说分大牌、细牌，我自己
少咗大哥大啊？我啊，而家都系噶啦。我冇可能嘅，因为都冇可能。我哋呢啲人咧就比较静啲啦，同埋我自己本身咧就从来未谂过要做大哥大，我系希望同大家做好朋友嘅啫。大哥哥拍戏就吸引咗小朋友派男仔嚟睇，派男仔乖啊！嗱，派完戏好快啲翻屋企做功课啦，唔识咧就打电话嚟问姐姐啦。唔该晒先，快啲。